小米SU7的定价大概是多少？小米SU7呢，还没有最终的定价。这一辆车呢，我们是按 Dream Car 的标准来设计的，投入非常大，所以呢，定价呢确实有一点贵。但我相信呢，我们一定会让大家觉得贵的呢是有道理的。它肯定不是99,000，不是149,000，也不会是199,000。不公布价格是担心竞争力吗？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呢的确非常卷，但小米从小卷到大，我们从来没怕过，所以我还是可以肯定的说，50万以内小米SU7呢没有对手。我们上次的发布会呢是小米汽车技术的发布会，我觉得定价呢会在我们小米SU7的正式产品发布会上公布。小米SU7一共只有三个颜色吗？肯定不止三种。这一次呢，我们发布了三种颜色，有海湾蓝、橄榄绿和雅灰。这三种颜色在网上都受到了大量的好评，这需要感谢我们研发团队在颜色的研发和车漆工艺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人问有没有经典的黑色和白色，我希望大家等到我们产品正式发布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更多的颜色选择。